妈呀，女的呀，啥也不是，我对女生不感兴趣。亲爱的，不要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鱼豆呀。勤奋的留言，冷月说一月七日打一个字儿，第一日七次。说什么呢？就是奇奇怪怪的。我猜这个字是，鱼豆比你来猜猜。月七日嘛，那不就是脂肪的脂吗？你一身肉还不知道答案呀？哎呀，说，我就是给你一个发挥的机会嘛，我也给你们来一个字谜，一人在内，哈哈，猜一个字，知道答案呢，记得留言呢。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，我把糕点带给萝莉酱尝一尝哟。萝莉酱住在遥远又僻静的地方，我要担心附近是否有大灰狼。就是干，东北小钢炮一上线。嘘，有脚步。难道我要转角遇到爱了吗？是不是要结束单身生活了呢？想想还真有点小激动啊！哎呀妈呀，女的呀，啥也不是，我对女生不感兴趣。亲爱的，不要哇！哼，滚！别在这里跟我发扬剑，哼，啥也不是，还敢跟你豆爷俩撒娇，我就不吃你这一套。吃不你！还剩最后一只瓜皮，呵呵，走下来点，进圈揍他去！哎，我看见了，突！距离太远，突突不到，其实也正常嘛。看我使用我的狙击枪，看见没？打着了吧？这么多枪就打到一枪，你也好意思说？哎，看见没？我有啥不好意思的？就没有我不好意思的事儿。还有机会接着突突呗。对，那不也吃鸡了吗？虽然我菜，但是